Change all of this right here. You think this is okay? Okay, good job. Oh, 天哪! <笑>我感觉啊，你不是重点，你不觉得我们扎你带你看他这个事儿？哎，朱云姐，你怎么了？今天不太对劲儿，有事儿吗？没有，就天气比较热，放轻松，有事跟我说啊。好嘞，你看看，哎，都磕出印儿了，谢谢朱云姐。 张老板，谁把这个快递给副主编送过去？快！我不想去。你去。我俩去。我昨天还骂你，去更不去了。我这最近天天挨说。那你去。妈呀！让我去，我这天天去，那咱还眼前相失了。去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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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吧。 出去吧。好。哎，拼图呢？拼图呢？我怎么不见了拼图呢？你怎么还不出去啊？你干什么呢？哎，这个掉了，小哥。 副主编，哎呀，副主编，我觉得你这鞋子有点脏，我来帮你擦一下吧。这么走出去，你说这白的鞋子还……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鞋子脏了，出去不太好看。你赶紧出去吧，我的鞋不用你管。看鞋带也看到有。副总编，这有一份文件，哎。sorry，回来。我说了，我的鞋不用你管，赶紧出去。好嘞。 你这鞋带儿，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早就成功了。啊？新款？我不知道啊。上一季是黑的呀。上一季是黑的。我跟你讲，这种皮质的，就是要配正装。我们俩刚才你们俩都出去。鞋带开了。
你干什么？我必须认真跟你谈谈。我就问你一句，咱们俩除了上司关系之外，能不能成为朋友？朋友要看缘分。咱俩有缘分吗？应该有吧。那你能不能看在朋友的缘分上，先把我的稿件看一下？你绕来绕去，就是为了说这个？ 这不重要吗？我一会儿帮你看。太棒了！Immortal 拼图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你拿过来在哪儿？哪儿呢？没有。拿过来。哎呀，你拿过来。你先拿过来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爱欺负人呢？你拿过来。那就要看你的诚意了啊！你说，这个拼图是指一碗面条呢，还是指小龙虾？ 烦死人了！哎呀，我生气了。哎，能不生气吗？你老爱这样作弄人。哪有办公室不喜欢欺负人的啊？在办公室待着的目的，不就是有朝一日可以欺负菜鸟吗？拿过来。现在不能给你。那你要什么时候才能给我？你请我吃饭，我就给你。 你要保证我请你吃饭，你就能给我吗？我用鱼丸粗面里面的鱼丸发誓，我一定还给你。我要是不还给你，我以后吃鱼丸粗面都只有鱼丸没有粗面。拿过来。你现在不能给你，你等你请我吃饭的时候我再还给你。那你现在先给我，我再请你吃饭。不行。李慧珍。你要先请我吃饭。然后。他才只是个实习生呢，才来没多久吧。还给你。 就敢跟我抢老公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你就还给你吧。哎呀，你先放我这儿。怎么了？我一定还给你。今天别惹我。谁惹你了？吃饭的时候还给你了，别不高兴啊。吃饭的时候就还给你，我一定帮你保存特别好。哎呀，你不要理我。干嘛坐地上啊？拿过来。啊？林浩哥他拿着我的东西不给我。什么东西？还给人家。 那个摩托车骑摩托车那个视频找到了，找着了。哎，吃饭的时候还给你。你先就把那个，你先把那个还给我。哎呀，你先还给我。林木，等一下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哎，你先把那个还给我呀！这工资都没发起，怎么吃饭啊？